我喺香港教區司讀，金寶慧神父，咁好開心啦！太極團體咧，即係嚟緊咧，會喺香港舉行呢一個嘅東亞嘅聚會，咁好期待咧呢一個即係兩岸四地啦，同埋即係韓國、日本咧，不同基督宗教兄弟姊妹嘅相聚時刻。咁我諗即係佢哋呢次嘅相聚咧，相信都為香港本地嘅基督宗教嘅團體咧，都帶嚟一啲嘅鼓勵啦，同埋一啲嘅刺激啦。都讓我哋有機會咧，能夠聚集一齊咧，喺度祈禱啦，分享信仰啦，分享生命。呢個實在係一個好大嘅上主一份嘅好大嘅恩典。